和假惺惺的大胖娘们是我的媳妇。未来的2021年，我们部门也是做了充足的准备的。由于他总是欺负我，欺负我，各种欺负我，于是十年磨一剑的我决定。那么接下来展示一下2021年我们产品部的战略部署。老狼，欢迎视频。兄弟们，机会来了，好戏开场了。不过我这样是黄焖鸡生气呢？别嘛碰我！老板，你现在组里人都扔了，是黄焖鸡了。那组里竞争那么大，明儿下岗了，你养我呀？我养你。但是鸡皮有啥子安排？那人居的。哎，行。我作为乙方，也要时刻坚持自己的产品理念。你们看我什么时候动摇过呀？兄弟们，我冲了！猎杀时刻！站睡觉前不和老婆盖一床被。李姨，今天晚上啊，你盖这床被，我盖这床被。那啥意思啊？就咱俩不能盖一床被了，以后。你外边有人了？没有啊，没有。那你到底因为啥不跟我睡啊？哎呀，你就别问了，那都是为了你好。我不会被发现了吧？你不会是得那病了吧？谁得病了？谁得病？你就是不好意思承认。我没得病，但我跟你一床睡行吗？你跟我一床，你别跟我一床睡啊！那怎么的呢？那我今天就跟你。你上来不能。你爱着谁？心徒留几道伤。你整点让播的。我锁的眉，最似相思断人肠。老燕纷飞，寂寥夜里泪。你也不按本来呀。假装打电话挑战雪姨自尊心。来，老姚，有个鸭蛋追你，那不挺好点事儿吗？那倒贴啊，110，那不行，那太胖了。那逢年过节赶上个纪念日啊，你想想那 JK 汉服啊，洛丽塔，你一样都受不了，你不理我。脚酸，那脚酸更不行了，那过年留着肌酸他呀。那还有脸搁那坐下吗？我跟你说这事儿非常严。你跟谁打电话呢？跟我朋友打。你说我了吗？我没。我故意擦了雪姨的杯子。雪姨没有了，喝可乐吧。猎杀时刻。Bad girl。你啥意思啊？你啥意思啊？你啥意思啊？